田龙和王军是一对连襟。2013年8月7日，两人像往常一样一起外出放羊，走到一处土坡时，羊群突然停下不动来。土堆上的边儿扔着，就在那个啥，有个铁拐杖立着呢，把我拨了一下子，我也把它薅下来了。那羊不都去撵羊去了？那羊在那块就撕不着去撵去了。走近之后，王军发现，领头的公羊正在啃食一件衣服。以为这闹玩呢，提了个衣服和破鞋子的呢，就拉倒了，我就赶羊走了，我就放羊去了。此时走在后面的田龙觉得事情有些不太对劲儿，看那铁管了，他故意躲我，让我上去看，我就上去扒了一下，扒了一下，扒了裤靴子了，裤子底拽是跟里边骨头，下去告他了，他惯了。这个现场的位置啊，距离公路比较远，只有一条比较明显的路，非常难走。当年我们开越野车去现场，有两道沟没过去，后来就得把车扔在沟这边走着上去的。当时看到的情况是，就是在一个土坑里，就是沟边的土坑里，发现有人的衣服。首先看到的是人的鞋，里边有人的腿骨，再深层的发掘，发现一个整个的一个躯体。聚焦一线，直击现场。经过初步勘验，死者是一名成年女性。根据她穿着的棉袄和靴子，警方判断她应该是在冬天死亡的。案发现场呢，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沟里，四周都是荒山，方圆1公里内没有人居住，周围道路崎岖，通行困难。除了夏季草木茂盛时，偶尔会有牧民到附近放羊，其他时间几乎不会有人来到这里。那么，这名女子为何大冬天会葬身于此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办案民警对现场进行了一步步的清理挖掘。很快，他们就发现问题比预测的还要严重。那么，民警在现场到底发现了怎样的线索？导致这名女子死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她的来龙去脉。偏僻荒山，重案突现。咱们初步判断，至少这是掩埋现场，也就是说，至少是抛尸现场。迷雾重重，真凶难觅。本地人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提供不出这个见到这母女俩这个事实。警方多年调查，为何始终难以取得进展？一去不返的母女，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清理完第一层的时候，出现一个完整女性的这个尸体以后，因为现场一看，就说在清理往下再往继续清理的过程中，一看还有宣土，就说不是原始的土，那种硬的。一点点清理出之后，发现下边还有衣服，这样在深层的发掘，发现下边还有一具尸体，应该是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女童的一个尸体。民警在这两名死者的身上发现了多处外伤，最主要是颅骨，它有骨折，而且是碎得很严重。咱们当时考虑他是一个凶杀案，就是命案他杀的一种这个案情。咱们初步判断，至少这是掩埋现场，也就是说至少是抛尸现场。结合现场情况，民警判断嫌疑人应该是在夜间将两名被害人掩埋于此的，而报案人捡到的那根铁管很可能就是嫌疑人作案用的凶器。按照就是最先发现的这个杨波的描述，因为这个铁管就在发现那个腿骨靴子这个位置立着插着了。再一个，在现场在清理到最底部的时候，有一把手电，这肯定是有关的，不会凭空出现的。
手电是一个塑料材质的，这个手电咱们推断不太容易形成，不太可能形成这种烧，但是现场这个铁管应该可能形成它的这个颅骨的粉碎性骨折。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刑事案件后，巴林左旗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组织技术人员对现场发现的物证进行检测，结果表明两名死者为母女关系，并且是在同一时间遇害的。这个成年女性应该是25至40岁，小孩是3至6岁，死亡时间就在2008年，在前后推两年。案件性质恶劣，嫌疑人到底是谁？专案组分析，嫌疑人能够在寒冷冬季的夜晚将被害人拉到这个偏僻的地方进行掩埋，说明他对周边环境应该非常熟悉。为了查明真相，警方首先在现场周边展开了拉网式排查。第一波是摸排呢，就说有没有本村本地的失踪人员，这样确定没有。第二这个方向就是说有没有外来人员在本地居住一段时间失踪找不到的。这个孩子当时这个失物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呢，带着一个荷包啊，这样的话咱们本地人一般没有这个习惯。咱们当时是按照啥呢，就是母女俩一起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的这个思路去排查的，但是最终都没有结果。本地人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提供不出这个见到这母女俩这个事实。与此同时，警方针对嫌疑人的身份信息的调查工作也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在人的这个方面啊，咱们主要去找耳瘤子这类或者说生活这方面不太把握的，可能今天扯撒光了，就对这一类人进行了去重点的走访。当时也没有摸排上这些信息了。和现场抛尸现场距离也就3-4华里点，当时在修这个林白线这个路，没找到尸源的原因就是感觉是外地人和这个修路的人最大的可能性。我们确定了几个嫌疑对象，最后经过大量的工作逐一排查出没有作案时间。随后专案组进一步扩大了调查范围，并且在很多侦查方向上都做了尝试。当时提取死者的服装回来整理，咱们发现那个他的商标了和款式。咱们在左旗、右旗、阿旗这周边包括赤峰都做了一下走访，没有发现那个附近商场了或者是服装厂生产或出售这种衣服。最后发现在辽宁的沈阳市还有咱们内蒙的乌兰察布是发现过出售过这样的服装和鞋子，当时的销售的那个商场也没有做过记录，所以说这个情况对我们这个破案没有什么帮助。连续几个月的大规模排查始终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专案组只能暂时收缩战线，继续收集各方面的有用信息。此后的数年时间里，专案组先后收到了近100条线索，但每次经过调查核实，最终都是无功而返。因为毕竟这是一起命案嘛，所以说民警这块呢，尤其咱们这个侦查员案件不破，总是心里这觉得就是这工作没到位。就是有类似于这个母女失踪的或者是有这样方面信息的，我们都提取这个物证，尤其这个血样这块进行 DNA 的尸源比对，我们送了有7-8份吧，但是最终都没有结果。民警接到报案时，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场的很多证据都发生了变化，相关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让警方的调查取证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尽管如此，侦查员们始终坚信，只要能够查明被害人的身份，那么破案就能够迎来转机。功夫不负有心人，2022年9月，刑侦技术人员再一次将被害人的生物检材信息放到数据库里进行比对，
这一次竟然比中了吉林省通化市的一名男子。鉴定结果显示，该男子应该是遇害女童的父亲。那么，这起困扰巴林左旗警方多年的案件，是否就此能够迎来侦破的曙光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名存实亡的婚姻，底细不明的男子，离开之后音讯全无，一去不返的母女，一线栏目正在播出。通过调查，民警了解到，原籍为吉林通化的那个男子名叫曹斌。2009年2月，他曾经向当地警方报案，称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几个月前失踪了。曹某在2008年的时候，他的女儿和他的妻子走了，出走，再从未回去。他生前那个有残疾，在2017年是因病去世。我们当时没有敢直接接触这个曹某他们家的亲属，因为我们感觉他也是在嫌疑之内。为了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办案民警立即赶赴700多公里外的吉林通化进行调查。他们首先接触了曹斌妻子岳小红的家属，通过对家属的相关信息进行采集和比对，专案组确认遇害的那名成年女性正是已经失踪多年的岳小红。当时想的是她可能是被人拐卖了那种，把小孩呀或她呀都给整到哪去了，给卖了那种感觉。因为这么大个人了，早晚有一天会有机会给家里传了个信儿啥的。据了解，2002年，时年23岁的岳小红经人介绍与曹斌相识，随后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一年后，他们的女儿娟娟出生。然而在此后，这个三口之家的家庭照片里几乎看不到曹斌的身影。这是因为在娟娟1岁多的时候，这个家庭遭遇了第一次重大变故。曹某是因为在松树上掉下来，然后把腿摔残疾。这场意外事故让曹斌丧失了劳动能力，也让生活的重担一下子落到了岳小红的肩上。为了养家糊口，岳小红不得不外出打工，长期两地分居的生活使她与丈夫一家人的关系逐渐出现了裂痕。后期吧，闹得也不太愉快，她家就是和她老婆婆那边闹得挺不愉快的，她自个带个孩子也不容易，闹得不愉快。我记得应该第二年好像就离婚了。跟他的哥哥和他家里人说他已经离婚了，实际没有离婚，但是当时他偷着把他的户口迁回他的老家，迁回他娘家。此后的数年时间里，曹斌和岳小红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岳小红将年幼的娟娟交给了娘家人照顾，自己则独自在外打拼。那几年呢，也挣了不少钱，给家里说打工拿回不少钱，投资开了一个玉器店，在吉林的东昌区开了一个玉器店。2008年春节，岳小红回家过年，跟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还带了一名中年男子回来。当时就介绍一下，就指的是朋友，可能再说是咱心里也有点那个感觉，就像踩出了个男朋友那种感觉吧。但是他也没完全的介绍怎么回事。听我小妹就是在饭桌上唠嗑，好像说过内蒙那边倒那些羊皮啥的。当时觉得那个人还可以，就是我小妹喊他干啥呀，是啥事儿啊，都挺干啥的，也没有说是什么不乐意的了或者是怎么的感觉也没有。在他们家生活了1个多月，接近2个月。当时他们的印象很好，认为是挺可靠的。当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过完年后，岳小红向家里人提出，自己要带着娟娟和那名男子一起去内蒙古生活。这说是通化这边这个不好卖，就是也不挣钱，准备要把这些东西都搬那头去卖嘛，在搁那边干个店说是。
不就开店了吗？开店就急忙不能回来了吗？他都必须得把小孩带到身边了吗？2008年3月10日，岳小红带着女儿娟娟搭乘男子开来的面包车离开了通化老家。他们从岳某的家中走的时候是把玉器店兑出去，然后把所有的玉件都装上，装了5箱，到了内蒙的第二天往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家里报个平安，说已经到达内蒙，没有说哪个具体的地方，但是告诉说过几天换完手机号，新的手机号再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然而不久后，岳小红的家人便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我母亲是5月份过生日，她也没回来，她电话也没打，后来这不觉得就感觉有点那啥，后来寻思开店忙，这不转过马上就要到过年的时候没来信儿，这感觉不对了。这个她从来没有说是就是逢年过节不往家里打电话问我妈怎么样，从来没有过，这不就感觉不对了吗？这过了年之后我就报的案。此后的数年时间里，无论是吉林通化警方还是岳小红的家人，他们都在极力寻找母女俩的下落，却始终没有结果。我一度不管是到内蒙什么地方，只要是到内蒙的地方，我就想多溜达溜达，多找一找，但是啥线索也没有。我母亲走了快8年了吧，走这么早就是有一定的原因，就是想我小妹想看到邻居家的这些姑娘过节呀啥的回来了，一看到这帮人回来了，他就想，他想我小妹就哭，逢年过节了也是哭。岳小红的家人苦苦等待了10多年，完全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母女二人的死讯。他们带着巨大的悲痛为民警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他的哥哥见过他的身份证叫邢，特别肯定地跟我们重复说就是这个名字，一点一定不会记错的。然而当民警将这个姓名输入到数据库中进行查询时，却没有查询到符合条件的对象。我们认为他有可能说姓记对了，人名可能记错，这种记忆的错误经过10多年应该是有的。我们这样对这个抛尸现场这个村子附近姓邢的又逐一进行排查，最后排查之后也没有一人符合这个特征。几经回想后，岳小红的家人向警方提供了另外一条线索。当时他的二哥说他开过他的车去过通化县赶个年货，好像是有一个违章。我们当时听的这个时候感觉，因为认为10多年了，这个违章信息一个是不一定录入，不一定存在，感觉的希望特别渺茫。然而就是这条线索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了重大转机。在吉林通化警方的配合下，经过数天查找，侦办民警最终找到了当年的那条违章记录。违章50元的罚款，就是岳某的哥哥交的罚款。我们看到这是蒙地的车牌子，后来又经过跟他的哥哥核实，这台车牌子就是曾经的内蒙那个去的男子开的这台车。经查，当年这辆悬挂赤峰牌照的面包车，其车主名叫郑守斌，1971年出生，此人的户籍所在地跟发现岳小红母女的地方距离并不远。在这个字样上，这个郑和这个邢还是有相似之处，因为郑某的家恰恰就是抛尸现场附近这个村子。他这个照片我们给他们的家里人辨认，一看郑某的照片，他说极像，因为我们排查过若干人让他们辨认过，这是唯一一个他们说极像。由于郑守斌全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从户籍所在地搬到了巴林左旗的城区居住，因此在当年的调查中，他们一家人并没有进入警方的调查视线。据了解，郑守斌和岳小红交往时是有家室的，并且他跟妻子刘某已经结婚多年，还有一个10多岁的儿子。
而在2008年3月12日，也就是岳小红母女俩跟着郑守斌离开通化后的第三天，郑守斌与刘某办理了离婚手续。有可能是因为情感方面的原因，被害人和这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被前妻发现了，发现之后两人闹了矛盾。我们当时也怀疑是不是他前妻和他共同把这个被害人杀害了。2023年5月16日，巴林左旗警方依法传唤了郑守斌及其前妻刘某。我们抓他的时候就感觉他就一定是犯罪嫌疑人，他任何反应都没有，就是真的很镇定，因为他好像思想当中也准备这么多年了。面对警方的讯问，郑守斌承认自己与岳小红有过情人关系，也曾一同在通化市生活过，不过他坚决否认自己跟岳小红母女的遇害有关。他当时说是从吉林通化走的时候是已经是中午，被害人就给陌生人打电话，打电话说是就联系要出售这个所带回来的一些玉件，说是联系好了之后到了快进就是咱们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街的时候，这个女的就提出就是要在那下车，说有人呢要来接她，要买这个玉件，所以说她当时就把这个母女还有一部分大部分的玉件卸到天山街边。后面她说这母女就再也没有找到，就失踪了，她就联系不上了。然而在郑守斌的前妻刘某那里，民警听到了不同的说法。去问他妻子的时候，他妻子说出就是家里的这些个玉器玉件都在他的家里放着，当时他这个妻子不知道。离婚之后过了两个月，他的妻子发现了这个玉器件，就问他你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跟他妻子说是在大连打工的时候，因为老板拖欠他的工钱，虽然搬了两次家，但是始终是没有动他这些个玉器玉件。在郑守斌前妻家的库房里，民警找到了整整5箱，共200余件玉器。经岳小红的家人和原先玉器店的店员辨认，这些正是当年岳小红从店里带走的那批玉器。我们给他出示了这个玉器玉件之后，又围绕着他的心理，因为孩子是无辜的，为什么要杀孩子？说到这儿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有所变化了。不敢往那寻，一寻思连觉都睡不着。大人我倒没啥，对这孩子比较愧疚，关键是跟咱又没冤没仇的，你说。面对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郑守斌最终还是交代了自己杀害岳小红母女二人的事实。我就这个榆树下边这块六号，这棵榆树下面这块啊。在审讯中，郑守斌告诉警方，他跟岳小红相识虽然只有几个月，但是岳小红对他非常的关心体贴，这让他很感动。而另一方面，他跟刘某结婚共同生活了10多年，虽然时常争吵，但是他从没想过要跟刘某离婚。假如事情真的像郑守斌所说的那样，那他为什么从吉林通化回来就第一时间跟刘某办理了离婚手续？如果他离婚真的是为了跟岳小红在一起，那他为什么又杀了岳小红呢？好言相劝不知收敛，最终走上歧途，一招说谎越陷越深，承担巨大代价。一去不返的母女一线栏目正在播出。据郑守斌说，案发前他与妻子刘某共同经营着一家服装店，每年的收入还算不错，平日里店里的生意基本上都是妻子在打理，而他本人则整天游手好闲，与牌友厮混在一起。你前妻夫妻感情怎么样？
还可以，就算还可以是什么一个情况？就是不好不累，他那人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强势，我俩有时候有些话说不到一块儿，就是。具体是有啥事儿吗？没啥事儿，倒是，就是他我这人比较懒，比较厚赌嘛，也不顾家，他就站在看不上我似的。在他们家玩了一回。玩一回，他媳妇有点不乐意了。他说：“这一个来月天天数，天天玩，一个来月，输多少钱了还玩？”面对妻子的好言相劝，嗜赌成性的郑守斌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频繁地在外面的旅店里赌博，并且经常夜不归宿。2007年8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郑守斌跟岳小红在无意间相识了。跟他媳妇儿，我没说嘛，吵点嘴架，就开车拉着我，就说上旅店，就跑这个旅店去了。跑这旅店以后，他就认识这个女的了。啊，他俩就落着好了，就这种情况。就是从介绍认识之后，就是互相有点好感了，就成天在一块儿，就是他给我洗脚、洗头，对我挺好的。那你不是有自己家里有妻子吗？那功夫我跟我妻子感情也不是那么太好。在郑守斌看来，跟整天唠叨的妻子相比，岳小红无疑要温柔很多，很快两人就发展成了情人关系。那你当时有跟他说你不想跟你媳妇过来跟他在一起，跟他讲过这话吗？讲过。尽管嘴里满是甜言蜜语，但在郑守斌的内心里，他却有着另外的打算。当时也不想，从内心讲也不想跟我前妻离婚，还想跟他在一块玩，就这么个想法。在岳小红的面前，郑守斌表现得很阔绰，声称自己拥有好几家店铺，但实际上他内心里很清楚，家里的钱都是妻子刘某辛苦挣来的，一旦离婚，他将一无所有。当时我吧也沾点骗他，说是回来说是给他开店，我们俩要开店。你当时是说你在这边有店有钱是吧？啊，对。实际上有吗？实际是钱我说的不算，我前妻说的算。转眼间已经是2008年的春节前夕。据郑守斌说，当时由于天气情况十分恶劣，很多火车都停了，岳小红便提出希望郑守斌能开车送他回老家过年。过年当时去走前想我还是回来过年，但是去了之后就回不来了。他要求你？哎，对，他要求我在那过年。据郑守斌说，来到岳小红的老家后，他才第一次知道岳小红同样结过婚，并且还有一个5岁的女儿。他说要把孩子也领着，在那儿了。他原先那个对象，他说也养不了。你是怎么想的，心里？但是我挺反感的，我觉得他骗了我。那你有表现出来吗？在当时就是跟他说过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不要小孩。没表现出来。你怎么跟他说的？我说那就去呗，反正就多个孩子，咱俩就多辛苦点呗。在岳小红的家人面前，郑守斌竭力营造出一个踏实可靠的形象，但事实上他内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如何结束这段关系了。回到巴林左旗后，郑守斌先是将岳小红母女安置在一家旅店里，然后独自返回了家中。问我干啥去了，我说我出门狗夜去了。好，就这么说。他说你什么出门狗夜，你跟别的女的走了，指定是。然后我说那咱俩也说到一块儿，咱俩就不行就离婚吧。他说你不提我也得离婚，咱俩这也过不了了。这么着，我俩协议离婚了嘛。我就清时出。跟妻子离婚后，郑守斌非常生气，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岳小红造成的，丝毫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原因。离婚之后，郑守斌之前编造的种种谎言也随之破灭。他不仅无法兑现承诺，反而不得不和岳小红母女一起挤在他们入住的旅店客房里。现在你告诉我，
他俩就在一起，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说是被害人就跟他说，说你这找我跟我过来，要跟我过日子，你答应给我买房，答应给我开店，你什么事都做不到，你就是在骗我。就这么着，完了这几天就是好像说话都不太好听，就发生点口角，然后我说那不行的话咱俩就两拉倒吧，你乐意上哪上哪，我走我的，你走你的，咱俩也别在一块了，是吧？按照郑守斌的说法，当时他准备开车一走了之，但岳小红带着女儿娟娟拦在他的面前，坚决不准他离开。说他走不了，他情急之下呢，他就在随手就在车的就正驾驶后边，车就是有一个铁棍、铁管，他拿起来之后下车了。哎，我吓唬吓唬他，现在那时候冬天都穿着棉衣，想打一下也没事儿吧。我因为照着肚子去了，这孩子啥时候下车不知道，打的孩子一铁管下去把这女儿打倒了。被害人以后已经大喊杀人了，因为当时是在下午三四点钟这样，这还天还挺亮，他怕别人发现，所以说他就用铁管就照着被害人右眉的头部又打了几下，当时就都打到了。在这儿，这也是电话，是吧？是。车在那儿停。这机械通嘛，这是地铁。不过，在岳小红的家人看来，郑守斌的这个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离婚后的郑守斌身无分文，他杀害岳小红母女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岳小红随身携带的财物。临走的时候，我卖车的钱还有我父亲去世收的礼钱，当时意思都放在我小妹儿了，意思是将来以后给我妈养老用的，钱都搁她呢。我怀疑就十有八九这个人要是害她的话，多数就是为了这个钱害她，再加上她那些店里那些货。在本案中，嫌疑人郑守斌自称他是在误伤到小女孩之后，由于害怕才最终将母女俩杀人灭口的。但是在被害人的家人们看来，郑守斌是为了获取岳小红的财物才蓄意杀害了母女二人，他的行为应该是谋财害命。那么这两种说法所对应的行为是否有着不同的法律后果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刘维军教授的解读。他是出于害怕，或者是对他母亲的怨恨，以及呢还是图财啊，这都是我们叫做是一种犯罪的动机。动机呢，不是说嫌疑人他说自己是什么动机就是什么动机啊。当嫌疑人的供述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但是呢，侦查人员呢，他会通过其他取证行为呢，会提取更多的证据来综合来证明行为人的一个动机。第二个呢，就是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不是正当防卫啊、紧急避险这样的排除犯罪性的事由，那么这个动机是不影响他的这个定罪的，那么他是不影响这个故意杀人罪的成立的。第三呢，就本案的具体情况来讲，不管是郑守斌他所说的哪一种动机，都是主观恶性极大的。这种动机呢，它对于量刑的影响，对于他从轻量刑的这个影响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微乎其微的。郑守斌十分清楚，导致这场悲剧的根源正是他身上的两大恶习：赌博和说谎。然而在悲剧发生后的这十多年里，这两大恶习他一个也没有改掉。对于曾经的恶行，他一直心存侥幸，但事实证明，谎言掩盖不了真相。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